解说我们的专业声音，有些为什么接受我们的料子您呢、笑话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为您带来唐视频解说，来自于挑战者的 ERJK163 同学，我们带的这个茶地方5T地图是七个位房间分钟，是我们在上面的书点位偶夜啊，一辆非常非常骚的车。时间到，这刚刚有人追尾搞机。哎，话说前几天在重庆某个隧道里面，一辆跑车跟一个装甲车撞了，真是缘分呐、啊！但是这种怎么算嘛？哎，他说了说嘛，那种跑，很多时候跑车其实挺脆的，而且座位还少，就适合装逼。没错，我有了钱也要装逼。哈哈哈。说个真实的事情啊，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就，就当时他用的手机是诺基亚，他就看见那些用苹果的，他说。我觉得苹果就是装逼的啊，然后他马上后面他们说了没两星期他就搞了一苹果4啊，这种我说你不说那装逼的吗？他说我就是要装出一片天。哎，老子这怎么招得住他？啊，这个时候他应该要强吃49，啪叽！哎呀，哎呀，我靠！我以为我们要吃他一发了，但是还好，我等我们现在也挺危险的，躲一躲，躲一躲，躲一躲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位置，好位置，啊，少侠好位置。但是先等一会儿，不要急于出来，因为人家看着你进去的，你不确认灭点就不要乱来了。双方差距依旧不大，他现在绕一圈，我看他干什么嘛？难道从里面烧进去吗？这烧不进去的呀！哎，我现在喝那个松果沙士，罗森便利店里面有。妈的，之前我一个多年前的老基友，他在就我们几个人很无聊嘛。建了个微信群，叫什么什么精神病院，然后我当院长，他们两个当主任。我看见张主任推荐，他朋友圈说这个口感很特别，啊，我就买了，但是我就后悔了，我这他妈不是风油精吗？然后但是喝惯了之后觉得，哎，还是挺带感的，风油精加上漱口水的味道。你屌！哎，你妈！这个。不要激动！我靠！干他！来那个腿，干！干得漂亮！妈的，各种干，干死你！这个现在又打算怎么搞？他又出来了，正在上当。他看见那边那个王总过去了。120那什么，对咱们家里面还是有点，准备向目标开炮，有点危险。现在危险没？直接打成狗。
又在等上弹，上好了就又要骚一把。跟我对狗，靠我狗个死你！这种东西，哎，那个，我想问5.98吨牛不牛逼啊？最近看见有人在用，手机商城里头也在卖。感觉长相怎么那么奇葩嘛？居然有这种东西！然后现在查迪文又是在各种看看，哎，哎，哎，你好，啊，哎，亲爱的，再来一发吧。然后就躲起来了。哦耶，啊，带你走了，哈哈。哎，你个豆豆，你这不是逗我的吗？这样我看他现在怎么搞嘛？接着照，看到62，对对，对这个小朋友有想法了，啊，有想法了。哎，怎么都是些残血的？啊！妈的，居然是被看死的，厉害厉害！这个时候，他要去搞那个62。知道你在后面，小家伙，但是我们也很危险啊！我搞死了，哇，这不死我们就要死了，好吗？对面剩下这个百运跟92，但现在我们这边只剩下这一个人，哇，这心里头好怕呀！怕的要死，这必须首发命中，不然就要出事情。坦克世界微信里面是各种议员与民购，你们有没有云购到过东西的？啊！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被干。啊！现在那两货也很慌啊！这个怎么搞嘛？他们应该也知道查迪文是个一炮货吧，只要他们两个有些配合，相对来讲我们这边也不太容易得手，自己也很危险。九二在嘲讽，我在家里，哈哈，你要嘲讽？哎，我他妈偏不上当！你家里个毛！我靠，怎么占我们家去？但现在也要非常小心，咱们血量非常的低，磨一下就会死的那种。我在家里面弄个屁，老子过来干你！干死你！
对，他自己也知道啊，要使用菊花亮。妈的姐啊，你不要骚了好吗？你那些骚言骚语，人家不会中弹，不会中招的。人家不会上当的呀。让他慢慢往前面来。对面肯定想，我靠，那么沉得住气啊。啊，好，哎，但是不太好打，哎呀，要100%了。好，往上点，往上点，哎哎，好漂亮，就是这样干，把他搞死他。你搞我呀，你搞不到我吧。现在他这个肯定也在想，因为92在哪啊，之前你要骚是吧，你现在敢不敢骚吗？怎么还没找到吗？你现在慌不慌？好啊，漂亮。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邮箱来联系到我啊，我QQ 邮箱是76785852，再给你看，有微信的同学时期的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